今日是4月18日，是复活节八日庆期的第一天，星期一。今日教会例要读经是中途大事录的第二章14节22至23节。这里就是讲他就是伯多禄就是将向人家宣讲的时候跟其他犹太人讲就是耶稣复活的一种道理。一阵跟大家分享这里少少。福音呢就是马窦福音的第28章8至15节。这里就是讲到耶稣就是在那个复活之后呢就留下个空墓。就司祭长就跟长老商量之后呢就决定呢就收埋士兵散布啲谣言。就话啲耶稣的门徒就将耶稣的遗体偷走了。今天我祈祷的时间呢就有两点，有两点体会。第一点就在中途大事录那里，就是伯多禄讲道的时间呢就是跟犹太人讲他们很尊敬的祖先达美王。原来我有两句很吸引我的，就是达美王当时呢他都是这样讲，他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要使我在你面前充满喜乐。这句说话就我体会到达美王那种智慧，和他亲近上主那种那种状态，可以他的视野。他好像很掌握生命的道路，生命的真理。咁樣舊約經書嘅時間咧，即係嗰個時候佢已經講到，即係佢要將生命嘅道路要求上主咧指示俾佢而且咧個目的係咩咧？目的係讓佢能夠喺生活前面咧，喺上主面前咧充滿喜樂不過我慢慢再睇呢兩句説話，就係有少少同耶穌講嘅有啲分別啊。佢都係求天主，你要將生命的道路指示給我。要他在主面前充满喜乐。这里跟耶稣所说就有点不同了，因为耶稣是麦西亚，耶稣就亲自说，就是他就是生命，他就是道路和真理，也要去跟随他，就是他本身就是生命道路，他现在亲自来就是指示给我们。达美王当其时咧，佢都系求天主呢一个咁样嘅嘅一个咁嘅祈祷啊，希望佢能够响上主面前嘅一种生命嘅道路上行走，而且让佢生命充满喜乐。但系而家耶稣真系嚟到咧，我哋真系跟随耶稣，佢我哋就会真系掌握生命，真系掌握道路同埋真理而且咧系可以充满喜乐。所以这里连接着今天的读经，就是看到耶稣第一次显现给妇女的时间，第一句说话就是愿你平安。因为妇女见到耶稣有两种反应，心里面有两种态度，一个是惊愕，一个是喜乐。很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事，因为复活是难以想象的一种事情，但他们又很喜欢见到耶稣，两种的心情。所以耶稣我想他见到他们是有一种惶恐有一种好像不知所措，但又很想见到耶稣耶稣很明白人需要份平安所以这里看到连接埋达美王的一种祈祷，今天的这种启示，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能够真的行走上主的道路我们就会有平安有喜乐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真正走向生命的道路，我们自己的生命就会反映这两种标记，平安和喜乐。如果我们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可能调回转头就是知道我们未必在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主指示的道路那里行走所以这是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呢，我看到福音呢是有一种特别的感应，就是
特別留意到即係司祭長同埋士兵嗰種互動啊！當佢哋發現到耶穌個墓係空咗啦，咁佢哋好擔心啊！即係耶穌復活呢啲咁樣嘅言論咧就流傳啦，所以佢哋就俾錢收買咗啲士兵啊，散佈啲謠言啊，咁就話耶穌嘅門徒咧將耶穌嘅遺體偷咗啦咁樣。咁呢個消息咧就喺猶太人間傳開咗。呢個就讓我睇到人心嗰種詭詐，人心嗰種可惡嘅嚇。咁呢個就好明顯唔係向生命嘅道路啦。咁散佈咗啲謠言，好多人以為係真嘅喎。謠言可能係慢慢傳下傳下就消息就在猶太人間傳開了。咁呢啲消息傳下傳下就真啦，反為係耶穌復活嘅消息咧，就俾呢啲謠言咧所打破嘅喎。人哋變得好猶疑啊，好疑惑啊，藉此咁樣去蠱惑人心。即係呢啲原來唔係新奇嘅嘢嚟嘅嚇，喺耶穌嘅年代嘅時間咧，司祭長咧佢哋嘅政治嘅種勢力咧都會散佈謠言啊，藉此咧係鞏固佢哋嘅政權啦，或者謀求佢哋自己一種勢力或者目的。我感受到呢種感觸咧，就係其實我哋而家即係都呢個世界，尤其是互聯網嘅世界啊，社交媒體，即係都感受到呢個世界充滿咗好多呢啲不盡不實嘅新聞，好多謠言我哋早排睇到呢個俄烏嘅戰爭咧，睇到係啦，咁好多啲消息都唔知係信邊方面啊，有真有假。有啲甚至乎好明顯咧，即係將啲舊嘅戰爭圖片就即係放咗去而家嗰個戰爭嘅場景嗰度，好似就吸引咗第一樣嘢，吸引咗啲眼球先，吸引咗人哋嘅注意。即使係假嘅新聞咧，其實都已經達到咗目的。仲有好多係啦，過往呢幾年都太多呢啲新聞啊，即係喺香港，即係呢個過往呢兩三年啦，無論係打疫苗好，我哋有示威嘅暴動好咧，都睇到好多啲新聞係原來後嚟證實都係即係子虛烏有嘅，唔係真嘅。咁但係就當其時就蠱惑咗好多人嘅心，咁讓人咧有一種好大嘅做錯咗決定啦，或者係令到我哋心神咧係煩亂啦，係咪？喺國際間啊，啲都宣揚係咪？甚至乎對某啲國家就係即係甚至乎污蔑啊中國啊武漢，即係 COVID-19 係武漢誕生嘅嚇，係實驗室嘅咁樣係嘛？好多假嘅信息啊，甚至乎有啲話，甚至乎造謠一啲地方啊，種族嘅滅絕啊咁樣，咁都係帶有好多政治嘅目的。係咯，政治上有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謠言啊。咁呢啲謠言原來喺福音嗰度咧，就喺耶穌復活咧，都已經開始有啲咁嘅謠言流傳。所以呢度我哋唔會感到陌生，應該咁呢度我哋係要點樣做啊？係咩？咁都係翻去耶穌嗰度，即係佢就係生命道路，要跟隨佢啊！我哋即係謠言就同真理相對啊！所以如果我哋係跟住耶穌，我哋聽清楚佢嘅説話嘅時候咧，我哋就即係唔會俾啲謠言係蠱惑到自己嘅心，可能幫到我哋嘅就係我哋睇下自己有冇一種內心嘅平安同埋一種喜樂。如果我哋係按照上主嘅道路行走的話咧，咁我哋啲生命呢兩個標記又會出現。我哋仍然有內心份平安同埋喜樂，或者對於一啲事情咧，我哋未掌握得好清楚，未知係真定假，或者唔明點解。不過，如果我哋就好似早兩日前我分享咗耶穌就係嗰句説話，就係你而家所做嘅，你都未必明白住，遲啲你會明白，或者又好似聖母嗰啲對於唔明白嘅嘢默存在心中。我哋自己一啲唔明白或者一啲未能夠證實嘅事，我哋放喺個心度先。
放喺祈禱度啊，聽下主嘅分享下主嘅視野，點樣去睇呢啲事情啊？同主傾下偈啊！我哋係啦，呢度求佢嘅指示俾我哋生命嘅道路啊，係咪啊？咁我哋慢慢慢慢可能就會聽到，都慢慢辨別到乜嘢事情係真，乜嘢事情係假啊！就好似啲門徒能夠見證耶穌即係嗰個復活嘅事實一樣。唔係太多人見到耶穌個復活，好多人都要有一種份信德。不過呢度係需要啲時間啊嘛。咁耶穌顯然俾啲門徒都好多時用好多時間陪伴啲門徒，讓佢哋建立呢份信德。咁所以我哋去面對一啲所謂真假嘅新聞咧、謠言咧，唔係喺真理道路上散播出嚟嘅一啲信息咧，可能我哋都要啲時間讓呢啲喺自己嘅內心嗰度沉澱一下，帶去耶穌嗰度，喺祈禱之中慢慢去辨別一下，我哋究竟呢啲係咩嘢嚟？睇下主嘅旨意係啲乜嘢？呢度好可能呢啲真真假假嘅新聞之中，或者嘅事件之中都有主嘅邀請，係從而咧我哋睇到主嘅旨意臨於我哋身上，或者叫我哋可以點樣樣活出好主要我哋要做嘅事情。好啊，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所以今日就藉住復活節咧，我哋求主賜俾我哋一份信德啊！我哋好加強我哋去相信啦，佢已經復活啦，佢復活嘅事實，同埋我哋都好似達味王咁求啊，求佢將生命嘅道路指示俾我哋，而且要令到我哋喺佢面前咧。充滿喜樂，充滿平安，充滿喜悅的，無論我們遇到一些挑戰，或者遇到一些困難的光景，即使是痛苦也好，我們都能夠將這份生命的喜樂活出來。好，就主佑各位。